Hello， 午安，小夜午安，卡丘午安，亚麻路补午安，四月午安，托姆午安。谢谢四月送的百香果跟红妙选。午安午安，我要来。我先。难得有音乐，应该说难得开电脑。谢谢四月送的韩式鸡皮跟雀巢。韩式鸡皮不是之前有那个画面出来吗？为什么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 ？Hello， 杨公公，吴亦凯 ，Hello。古早古早味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谢谢吴一凯的分享。中午好 ，Hello 杨公公。我觉得难得有音乐，因为刚好叫什么电脑可以播那个光碟，这样。谢谢安公的分享。等我一下，我拿一下平板。Hello， 北极星。我要拿平板的，我一下下。哦，北极星中午好。我平板忘记充电。Hello， 楼君。小波铃木 ，seafood 吗？午安，中午好。Hello， 塔瓦哥。Hello， 安娜双眼眼。谢谢 Allen 送的初心者徽章。Hello 汤瓦哥，我刚刚你看你那么晚来，我刚刚在那边解释很久。就是呢，我难得今天开了电脑，因为想说反正我都买单曲了，那就播一下吧。就是这样，因为平常我只有那个手机才能。所以每次手机拿来开直播，我就没有地方播音乐了。Hello， 飞星。刚在弄声线，弄什么声线？哦，又连不上网络。而且跟你们说，我的午餐还没吃完。我今天吃咸稀饭。端午节的生咸，走那么久，端午节是六月。Hello， 莫里斯，谢谢托姆送的百香果。幸好今天不用补习，真的吗？今天没有补习，太棒了。真的是太早补习了，有个真的超认真的你。Hello Yuki 玉凤，午安 ，EP 午安，有拿到纸笔，有哦，哎、欸，连到了，连到了，太棒了，看一下，我的，也吃饭了吗？我吃一半了，等一下继续把它吃完。
天的衣服好短，哪有？今天超长的，刚好这样。会考完都去补了，天哪！你是考私立学校，可是我也是私立的、啊，奇怪。国中对啊，好啦，我就是不爱读书的那种。另外两张没有，有拿到纸笔，但另外两张没有开到。没关系，之后去收，一定收得到的。对。完了，平常穿更对，平常穿更短，今天蛮长的。因为不爱读书，也还是学霸，还好，就是对啊，就普通，没有到很学霸啊，还可以。其实不读书是我还可以忍受的那个分数。哎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高中就全部都是倒数吗？我高中就都是倒数啊，反正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哦，高三在大学再考得好就好了。反正我那叫什么，高三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给我的妈妈给我的标准就长那样，所以就没差啊，我能考上就好了。所以我高中真的是全部都倒数，不管什么。类排类组排名什么的都是倒数，我很有意思，没有啊，就是私家，那只有单边，我这边没有，我少带一个，我好像刚刚找不到耳环，就随便算了这样，在自由班倒数。欸，我以前是自由班中间的，然后就后来就算了，我不想念书了，然后就倒数这样。没有，中间好像也是第一次考试吧，我也是什么都没有念，然后就中间，那就慢慢往后退，大家都开始念书之后就慢慢往后退。我有五个耳洞，这边三个，一二三，然后这边两个。哦，半身纸笔，你是说另外两张的纸笔哦？嗯，那有点难。谢谢阿公送的百香果，他好可爱哦！最近都出那个食物，对不对？好开心哦！大耳洞不会痛吗？很痛啊！大耳洞很痛啊！我是被骗说不会痛才去打，因为我妈很怕痛，然后她跟我说不会痛，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吗？然后我就去打，痛死我了，超痛！我画什么？粽子吧？想想我端午节画什么？应该就粽子啊，粽子啦。草莓酱，啊，谢谢草莓酱送的掌声鼓励跟 love you。然后就去打，我那时候国三的时候就打了这两个，最下面耳垂，还有这个，是三个，这三个，国三升高一的时候，然后就打了这三个，一二三，然后之后才高三哦，就学测完。四五月的时候才打这两个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林依云，对，谢谢阿公送的红纱线，被人坑的云，对，然后我妈一起坑我，依云指甲变了，有吗？长这样。可另外一边就掉了，这边
谢玉凤送的百香果。哦，谢谢Allen送的枫叶，扫在那边。谢谢柔君送的 Love You。哦，偷贴，可爱。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。我好像日本人，有吗？谢谢友军送的 Love You。哎，我刚讲过了，对不对？绿草地上奇迹，没错。谢谢人生的红纱线，这次声线好看。你说端午节吗？粽子吗？真的吗？谢谢修改昵称加43252113，的追踪。我这次声线不是拿粽子，然后干嘛？端午节，端午节有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。端午节这样，还有粽子，然后这样，有啊。谢谢玉凤送的 Love You。我现在是。昨天玩太久的狼人杀，然后到现在超想睡觉的，就全身呢觉得好看，另外两张哦，全身好看。另外两张长什么样不知道。另外两张。喂，好像有一张是拿着粽子怎么讲之类的，完全忘记。谢谢Allen送的百香果 ，Hello 小子，台妹猫好萌。谢谢阳光送的百香果。哦，叔叔 ，Hello， 哎，来了，每次都听肉肉在讲你。Hello， 博弈 ，Hello， 老张频道。一年要去看梦辰直播，好啊！是拿众神卡，喂 ，Hello， 谢谢叔叔送的红纱线，真的肉肉常讲到你，哦，我咬到舌头。舌头好吃，好恐怖哦！我觉得没有人声的都听起来都很可怕。谢谢叔叔送的枫叶。我说应该也可爱，舌头好吃吗？谢谢阳光送的枫叶，这样就不小心咬到了舌头。
牛舌好吃，对，牛舌好吃。我每次去烤肉都要点那个一盘牛舌，可是牛舌都很贵。谢谢 Alan 送的枫叶。然后我昨天买了披萨，昨天吗？前天买的披萨还在我的冰箱里面，可是我今天早上又不想吃披萨，所以我的披萨还继续待在我的冰箱里面。也是一直听玉肉肉讲玉语，正好看到唱的是哪部分是吧？哦，对，我还没有解答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要看公演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帮你们解答一下，反正就都听不出来。我那时候也在找，说，哎，这是我唱的嘛？然后我还对那个配唱表，我在这样看。对啊，这是我唱的啊，这样我自己也找不到。我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来，那叫什么？公布答案。我到底唱哪里嘞？拿到超多梦唇，反应很你，你说翻白眼吗？真的是打开那个脸，就是，就等他慢慢，只能吗？太多了是吧？这是梦唇是不是很多啊？你看他还在这里，好烦哦！谢谢贵上的 K 啾啾。对啊，梦唇是不是很多？这句的下一句，这边，对，这句是真真假假，这句是我跟梦唇唱的。剩下浪花都给雨。谢谢 Grace， 谢谢彩虹花送的百香果。这次升血的梦神去给，不要，我怎么要去给我呢 ？Hello 上庭，谢谢叔叔送的红纱线，每次红纱线我都看起来像红妙线，你知道是不是叫红妙线 ？Hello。没关系，后面还有柔俊，后面还有，哇，这满的很多。谢谢妹送的红纱线，谢谢阳光送的红纱线，准备喽，这边。好笑哦，跟你讲哦，这句哦超难唱，因为女孩专属的特权就是我平常就不狠狠谈场恋爱未免太浪费，然后什么忘记歌词了，难道不是女孩专属的特权，要专属哦，然后又特权，那个唱起来根本就是我每次就讲了，然后就唱的是再一次，就一直被叫再一次，然后他就还叫我念，他说专属，然后我就再录一次专属，然后特权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特权，然后说对再一次，对啊，咬字很难。有这超难的，先去吃饭，他等你回来。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。
很难呢、欸。好，关小声。啊，断掉了。好了，唱一下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，不行，我现在喉咙，你们没有听出来我有鼻音吗？血压拍到你的部分，没有，这是很重的鼻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讲话就是。可是我刚刚才吃过药诶，应该有好，可是还是有鼻音。没关系，我刚刚是什么？真真假假为爱不停挣扎，挣扎超难念的，挣扎挣扎，就一样。那个老师也在那边挣扎，然后说挣扎。然后之后他有一次就受不了了，他说你是怎样都不卷神的，很台呢，他说很台呢，我说、哦、对不起，在录音室，因为录音室不会听得到老师讲话嘛，在耳机里面，他说你是怎样为什么都不卷神，很台呢。 Hello 鱼好。然后我刚好唱的地方又都是卷舌音，什么挣扎，然后专属，然后特权，那个权也超难念的。笑不出来，很凶。有啦，他很台美的时候我有小笑一下，因为很好笑，因为也很台。他说很台呢，就很台啊，然后我就啊，对不起，我就先就是不小心笑出来一下，然后再讲对不起。谢谢阳光送的白香果，什么东东？我刚刚在讲，就是我录音的时候，我刚在听，我是哪一段这样？黑哥中午好。谢谢叔叔送的蓝色应援棒。谢谢黑哥的分享，谢谢宇豪送的 Love You。Hello， 信哥。一二三 ，Hello。我在打哈欠。谢谢黑哥送的枫叶，中午好啊，信哥。Hello， 宽宽。夏季写的信。夏季写的信吗？有啦有啦，有收到有收到有收到，有有有。不准睡，没有没有，我不会睡着，我不会睡着。Hello， 玉人回来了，季风亮，中午好。五、想不起来会有事，有啦，我想起来，后来想起来，我会想起来的，我记性很好，我也想起来的。Cameron，Hello， 我今天要难得有化眼妆，我超久就是。我这次真的刚起床，我这次11:10才起床，超晚的。
夏季收到很多信吗？没有啊，没收到，就你了。不是啊，没错，这边有一碗咸稀饭。这边有一碗咸稀饭。对，我刚说我要把它吃掉，忘记了。睡得很晚，我吗？因为我睡不着，那时候好像喝那个 Starbucks 的那个玫瑰蜜香茶拿铁，然后就整个精神超好的，很没有很小碗，超小的就这样。下次不行，不行啊，写是很少，因为我会吃不下，我常常肚子饿，可是一吃又吃很少这样。没有，是不小心太晚喝那个，然后就怎么睡不着，然后刚好又玩狼人杀，然后就整个就是精神超好。写很多朋友知道，因为你没写给肉肉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发礼物呢，然后写，然后就这样发，然后肉肉就没有，他超好笑的，他那时候就说，好啊，都这样啊，都没有我，然后就这样悠悠的走了，很好笑。那时候真的超好笑，然后就这样看我们，因为我跟是不是有写给梦辰，狼王，可是就是那个对，我真的当狼，我上次就去跟朋友玩桌游，去桌游店玩那个狼人杀，然后就是我真的当狼的时候，真的是大家都看不出来，我好开心哦。然后狼人就赢了，就每次因为每次都会剩我一个人，一个狼人在那边杀人，然后就很烦，然后就这样，就是他都不会怀疑我。谢谢叔叔的追踪，因为我反而是玩狼人的时候会比较认真去分析，然后玩平民的时候就会就是懒得想啊，就是不认真这样。所以他们就觉得哦，你这次很认真分析，认真的为好人分析，那你应该就是好人。可是没有，我就玩狼人的时候会认真分析。谢谢不一定，看我心情。我昨天就每次都在乱玩。我昨天有一局是拿到狼人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没关系啊，我是明票，我没关系，你们怀疑我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讲话，你们可以说我划水，没关系，票我。结果他们没有票我。啊哈哈，超好笑！认真再来，好啊，等你叔叔。谢谢阳光送的胶水，把你的策略讲出来。没关系，因为我每次玩都不一样。罗主任陪你来吧，你还在笑，笑太久了吧？我去，可是真的蛮好笑的。那个当下就是我跟梦辰两个人这样子，然后这样看他，然后他就这样走掉了。然后我跟孟辰也是狂笑，很搞笑。你看看柔君，你真的是让多多伤心了。
就是茶，就是咸稀饭，我的午餐。这是阿盼的地方吧？我来了。忘记我那时候跟茂成做了什么、欸、被小妹发现写给他的一句，但写给多少人的君到底前期反正是我阿嬷煮的前期饭，想到开始吃没有，在前里面有那个花枝啊、肉啊、虾子啊、香菇啊，豪华前期饭。到底你到底写多少件多少张，超多的，一定很多。昭君都这样，抱拳。直接出血给谁？没关系啊，你有讲吗？我也想听。全部成员加起来也写过两封，好久以前。我的算吗？让我猜，林杰，司马玉人。哇，柔君，我们也就35个，你写了12、13个，怎么这样嘞？都就是这样，算了，算了，都这样。Hello, Kevin Ren。五个写信，其他写卡。我的不是卡片有差吗？什么意思？全部成员只有写给我两封过，真的、啊、我吗？都是我，两封。你是不是很久没写了？你都是那个去年吧？你超久的玉人，冒团是卡片，跟不长得一样吗？就爱吃 ，Hello， 中午好。我继续把我的咸稀饭吃。我每次咸稀饭，因为饭我都吃不下，然后就开始挑料吃，所以里面都被我吃完的咸稀饭会变成白稀饭。你在动手行动吗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也会心电感应啊！小罗你好，长得不一样吗？很久没有抱他了，我抱他了。每次活动必写一封。那我一样。
现在感应什么？我说的好吗？你现在感应就是玉云好可爱啊，玉云很可爱，玉云太可爱了。我的是粉红色，弄成是咖啡色。对啊，我的是粉红色，我的是咖啡色吗？是吗？我忘记他拿什么了。Jeff， 粉红色就是用信纸写，然后它是用卡片写的哦，好好搞啊！刚好在播奇迹，当然不知道。什么都可以学，空间比较大，性质可以学很多的东西。谢谢杨哥送的红沙线，红沙线还有百香果，好多百香果。哦，我现在的都没有开上啊。只写爱你两个，不能这样。于中勋。Hello， 飞人鱼中群飞人，是指很飞的意思吗？灰恩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变成那个非洲代表了。自从我开到梦城之后，他一直笑我，之后都一直笑我，你这非洲来的，我真的是。然后他就因为他开到雨晴，然后他就很开心，他说。我好哦，我最近好哦，然后在那边，我说你这有够飞的，然后继续走，然后超开心，然后就想说，你就很开，难得开到一个，你就在那边那么骄傲。林杰是信，莫愁是卡片，云爵信。然后雨喵是信，是吧？这样吧，差不多吧。云爵、雨喵、林杰，我是信。下课啊，喽！万字情书，天哪！不要一直乱扯，感觉就是啊，把你的那个推表上面的念一念，差不多。不然要用什么标准猜？好可怕哦！啊，琪琪，我先猜我啊。感觉就雨喵就一定有，雨喵一定有，林杰、云爵还差一个，那我也不知道呢。熊妹 ，Hello 明大，感恩子比较没关系 ，iPhone。这是刚睡醒，没错，我今天睡到11:14-15。谢谢琪琪送的百香果，
只中两个，我跟雨喵是吧？我看雨喵中了，还有谁？谢谢 V 大送的雀球，太可爱了吧，超可爱的！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，我和林姐。真的吗？雨喵竟然没有？谢谢龙君送的双手点赞，哎，我这次好像有猜对两个，五中二。谢谢冰大送新之冠，新之冠。想剪我的影片，结果那天的档案有问题，自己录。剪什么影片？嗯，过生日选一张 password 后的祝生日祝福。等你，所以真的很美，我吗？谢谢玉人的分享，比较特别是用他喜欢的人。有趣的一面，有趣的一面，终于把玉人都很等你来冰的，太棒了。谢谢阳光送的 Love You， 这是直播中的无限哈欠，要特别很难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我们这是什么啊？去垫你的数学作业啊？都过很久嘞，我毕业很久了呢，我毕业都已经一个月多两个月了，我忘记我数学成绩了，是如云霄般飞过。谢谢琪琪的双手点赞，双手点赞。选一个喜欢的出来，我就好吧。那我好像有点难。他。谢谢阳光送的百香果，直接升大一。对啊，我升大一，高中毕业了。面对那一箱要 key 给玉云的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握手去，握手去，撑住，加油。努力 key 努力 key， 好像是奇怪的字，辛苦了。这个记忆要 PP， 要 PP， 我是真的觉得超可爱的。可是我这次只有在就是去香港迪士尼的时候，只有在那个游行上面看到鸭屁屁，他都没有下来玩，就在游行的车子上面。六张7月28的你玩，谢谢陈正红。奇怪动物哪有，他是狗狗。
有拉拉熊可以选，你没有？好啦，好啦，我就都没有喜欢的东西嘛。哇，什么人？谢谢这一张，这是什么表情符号？颜文字超可爱，不是大雪饼，没有那么老。我还是高中生，我现在还是高中生。听说啦，听说还没有上大学就是高中生，所以我现在还是高中生，我现在是 JK， 现在是 JK 一，哎，身高一，我知道啊，你们都太年轻了。压 BB 卡片，可以。那一箱乖乖，喂，什么乖乖？听握手圈序号流水线作业，对啊，我知道，我后来想到的，很麻烦哦，一张一张这样。我那时候看那叫什么操作说明，就是有那个教学的，我就哇，太多了吧。选一个出来写十张啊，我想不出。我喜欢，谢谢阳光送的 love you。JK 属性六月就没有，那时候上大学前都还是 JK。现在鱼变阿姨了，没有。我好漂亮，用安吗 ？Hello。哪里找这个卡片？你说屁股卡片吗？我刚刚讲什么啊？就我上次去那个啊，不是东京，香港迪士尼，东京迪士尼也没有看到鸭屁股，是香港迪士尼，然后他就穿着雨衣，然后就是蓝色的雨衣，然后他就这样，那屁股就雨衣就这样翘在屁股上，超可爱。然后他屁股在我前面这样晃过去，我想说唐老鸭屁股真的是小时候到大的梦想，这超怪的。谢谢又安这一种，一云看到这个人一定会说这个人不正常，什么意思？你喜欢翘屁股，我喜欢鸭屁股。你会扮成鸭屁股？梦想有点奇怪，就是我小时候哦，真的是看到鸭屁股就追着屁股跑。硬撑两个月的 JK， 现在还没，该是检讨学测成绩的时候，学测成绩。我的数学六几分，password 文字祝福，不会啊，感觉很酷哎。鸡屁股不可爱啊，要唐老鸭屁股，唐老鸭屁股。我小时候真的就是六岁的时候，然后也是去香港迪士尼，然后就。好像我那时候看到唐老鸭，然后就追着唐老鸭屁股跑，然后我妈妈就帮我拍照，这样，因为唐老鸭好像已经走远了，然后我就这样追，我就这样跑，我就这样蹦蹦，然后很小一只，因为六岁，然后这样蹦蹦，然后就追着他屁股跑，然后我妈就觉得很搞笑，这样。数学太好，六级耶，满级十五耶。鸡屁股好吃，可是胖啊！鸡屁股超胖的。对，我一直跟妈妈说帮我找那个香港，对，可是妈妈也找不到，然后就问我外婆，然后外婆好像也找不到。你二，真的假的？我六哎，我全猜哎，我完全都不会。
然后我就流，我就觉得就是运气。那时候拿鸭屁股去可以把我滚回家，真的有可能。然后我对鸭屁股的热爱一直到这次到东京，我也是一直在找鸭屁股，结果也是没有找到。然后这次我去香港也没有鸭屁股，就在游行车上面的鸭屁股，烤鸭的鸭屁股我没有吃过，全餐真的是运气问题。你六人不是啊，六真的是谢谢琪琪的分享。谢谢呀，刚刚送的百香果。鸭屁股从六岁一直到现在，此时此刻 right now 花车把屁股就直接抱着那个屁股，就抱着他的鸭屁股。欸，我给你们看过吗？那个影片超可爱，就是唐老鸭跑一跑去那个去撞那个米奇的屁股，给你们看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谢谢老金送的 Love You， 还有叔叔送的红纱线，还一语记得可以，是不是鸭屁股被抢走？你说我上次是鸭子，然后鸭屁股被别人吃掉了，还在那边抓人家，你鸭屁股没有没有，跟你讲一样的时间，都是六岁。觉得有比姐姐可爱，太甜了，玉凤会讲话。给你们看，香港的游行，这个吧。嗯，这里超可爱的，这是贝尔公主。我做了什么？等一下，鸭屁股在后面，后面有点来咯，超可爱的！你看，你看鸭屁股来了，他要去撞人了，超可爱的！等一下，有其他的。最烦的hoodie，对，想去的是吧？觉得你不比那唐老鸭可爱，真的。好的，谢谢老君的分享。在哪里嘞？啊，这个啦，我拍的才是对的。Hello， 健健。这里
是这个，你看超可爱的。等一下，再一次。你看他跑去撞米奇，超可爱的，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他就这样转过来，然后嘟嘟嘟嘟，然后就撞米奇。我看到就是啊，我就拿手机在录影，然后就啊。谢谢杨公送的掌声鼓励，咬一只唐老鸭。哦，拿错。你也不喜欢唐老鸭，嗯。努力练成跟唐老鸭巧的，哦，我也想，超可爱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米奇觉得吓到，是不是？他就他就在后面挥手，然后就突然被顶到，然后就吓到，然后就跑去追唐老鸭，超可爱的。这是我这次去迪士尼唯一看到的唐老鸭屁股啊！还有，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设施叫做就是幻想曲，然后幻想曲它是把它做成4D 嘛，就是3D 的影片，然后会有那个香味，会喷香味出来，还有喷水出来，还有风，对，应该算4D。然后就突然有一只那个唐老鸭，就是从因为是3D， 就是立体的，然后他就突然从荧幕上飞出来，然后就蹦，然后蹦到后面，然后转头回去看，这唐老鸭屁股挂在墙上，超可爱的，就是唐老鸭的屁股就这样挂在，就是这样卡在墙上，就比如说这边，然后就有一个洞，然后他的屁股就这样挂着，然后他脚在那边咚咚咚咚咚，超可爱的，跟你们讲，真的。叫做什么幻想区什么的，里面有个设施，超棒。没有唐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唐老鸭为主角，好像就那个设施。琪琪，姐姐竟然喜欢屁股，没错。Hello， 月月。不懂我喜好，就是这个，就那么简单。对啊，叫做什么？你们下次去可以看看那个设施，超可爱。他就是反正就是坐着，然后就看那个荧幕看动画这样，然后就很棒，长这样，里面长这样。就是讲讲幻想曲的，幻想曲的那个布景，然后这个的后面，这是舞台嘛，然后这一边后面就有一个屁股挂在上面，超可爱的，而且是荧幕那个演到那边的时候，布才会掉下来，屁股才会露出来，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注意到那边有屁股。团里的，啊，我不看人的屁股啊，我都看动物的屁股。没有，跟你讲，影片中的也很可爱，长得还好没错，可是屁股真的是顶级的卡通屁股，真的，突然搞，因为我现在很激动。就是，对，反正呢，影片中然后他走路不是都会翘屁股，这样走走走走走吗？很可爱啊！谢谢阳光送的 love you， 说不可爱就会不会讨厌我？不会不会，没关系的，因为我这个人也常被反驳，就算了。可是我真的要表达，他很可爱。我看狗狗啊，路上的狗狗我也是喜欢看屁股，还有其他，我还有就看那种
大型的玩偶，比如说球队的娃娃那种，我也都是先看屁股。以后看鸭肉店，玉宇长得帅，哇，怎么这么突然长得说长得帅？来去看看梦城，哦，一点了，哦，我卖鸭肉再卖炸鸡，卖炸鸭。我是这样想一想，我粉丝名字应该要改成屁股，结果你们一点都不想这样。好的，可以，玉凤，拜拜。有思源，翻译是不是是不是？哦，如居，什么？你们曾经要化妆？炸鸡屁股，对啊，应该要讲，就是屁股。我的屁股们在哪里？天哪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哦！不要，太可怕了。玉宇，你先去看 AK 了。好啊，拜拜，继续谢谢阳光送的，看好你哦，你哦。好老杨吗？好久不见。好老杨真的是很久不见，绝对不，打不开。哎，很有趣哎，屁股，你知道其实那个他们有出那个屁股娃娃，就是一堆屁股。之前有看过小熊维尼的屁股，但是我比较小熊维尼的屁股。他们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唐老鸭屁股，有那个奇奇弟弟的屁股。就他们有那个很多屁股来关心我的，真的吗？波了羊，可你很久很久不见，如何？你最近在忙什么？能不能去？好啦，去一下。我直播的情形，你说我每天直播在干嘛的情形吗？就是很想睡觉，很想睡觉，很想睡觉，很想睡觉。七五分钟，好。我要跟你们，欸，我上次不是讲过那个，谢谢雅哥送的蓝色一元棒。我现在什么东西又卡住了？那个鼻子卡住了。鼻音超重的，可是好像还好，好吧，好像还好。Hello， 家珍 ，Hello。我想想，我现在要干嘛嘞？现在要干嘛嘞？我这边我手上很多周周的照片，回来卖周周。
能不能都说小姐都是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，琪琪真的没事，我看得很感动，但是睡觉，我这样直接直播睡觉这样行吗？其实大家直接傻眼。我来看一下有更好吧。我要听有声音的，不是。对啊，你很胖的，琪琪，真的。可以点歌。没有，今天是 TTP Festival 日，就是无限取款，这个9月20-12点前要输入序号登记，记得哦，大家，我刚才看到9月20号。辛苦了，加油！来一场我有给你们看过我跟球球拍照吗？就是阿潘那个球球，有吧？好像有，球球。我现在是支配球球的人我就那时候肉肉，然后就跟肉肉说快点，我要抱住球球，我要抱住，然后结果肉肉都拍到我完全没有抱住他。谢谢阳光色的玫瑰各种肉，没事没事，可以的。会有话，谢谢赵通的追踪，在正当管道上有这那个小盒子，我其实就都还是会看，就是真的都有看。说那个叫什么工作人员们都会跳，然后就常常就跟他们讲，很可爱。我喜欢这边，害羞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呢，我跟梦纯。跟梦纯，对，跟梦纯去吃海底捞，玩的，我们真的不是，你知道，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群组，是50组的群组，然后就常常就是我们只要不是三个人出去。二三后手会没办法去，真的假的？破羊，太可惜了吧！对，我刚刚讲什么？上次是跟妈妈去的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刚说什么？忘记了。
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哦，等一下哦。天哪！我这个真的真的巨星 ，Hello， 帅哥，各位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琪琪，你应该先早点提醒我群组，对，就是我们有一个50的群组，就是肉肉我跟梦辰，然后每次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我跟肉肉约，然后就会拍好吃，就我们去吃什么，然后不是50组 AKB 50。的群组，就是肉肉我跟梦辰 CKB50， 然后就是我们都会拍，通常都是我跟肉肉去吃好吃的，然后都会拍照，然后传到里面，然后结果收缺一，然后梦辰就会很生气，他觉得他就说都不应该，我要拍拍拍拍，他就开始吵架，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好笑，然后昨天呢，终于。BMI 五，然后昨天是终于换我跟梦辰去吃饭，然后结果梦辰就很开心的说啊，我也要拍照传群组，然后就讲，然后就拍，然后就传群组，就很搞笑。他就终于是轮到他了，然后他就很开心，他超开心的，然后他就。赶快拍照，然后传群组，然后标肉肉这样，然后就他就说我是大家的那个在抢的人，谢谢妹就送的看好你哦，跟掌声鼓励还有玫瑰，桑婷回来了，直播搞笑的画面各种吃。轮班传照片没有，因为通常都只有两个，我们很少三个人出去吃东西，所以都是我跟肉肉，不然就是我跟梦辰，都有我这样。然后就对，好胖哦，天啊，吃什么都有我。吃特别多，我就是。大家吃东西都走，我没有办法啊。吃特别多没有，我吃很少，没有，我不是C，真的不是C，绝对不是。是鬼，跟你讲，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那个C还停留在梦辰。吃东西都走，就是因为就是。对啊，如果肉肉也是跟我，然后梦辰也是跟我，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在吵，你知道吗？肉肉每次会拍食物，然后标梦辰，然后梦辰会拍食物，然后标肉肉，然后旁边都会有我这样。没关系，你就讲吧，我想看梦辰的反应，姐姐。我的故事说完了，对啊，就很好笑，就他们两个很好笑哦，两个人的战争。EAT48，等你结束再看我，真的吗？玉凤，谢谢玉凤。小乙吗 ？Hello， 小乙。考试讲，所以波罗羊是要去考试吗？小西比 Money 的追踪，谢谢。加入我们 EAT 40，没有，我们是 AKB 50。AKB 50。后面 K 就是这个样子。谢谢阳光送的红纱线，大家会一起守护。后
豢养，你不管在哪里，你也要一起，也要一起，对。谢谢小新币 money 的分享，应该开另一只手机看对方讲什么啊？可是我没有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能不能，我看一下平板可不可以，我来看看，如果可以的话就很好笑。哎，我平板呢？在哪里啊？奇怪，怎么没有？谢谢 Alan 送的枫叶，哇，中了20倍 ！TP 翻译家，哎，我手会还不对，隔几天就断考吗？那么早吗？美食评论家，谢谢玉超送的掌声鼓励，时间还久得很，没差。谢谢玉超送的真鼓励 ，EAT 蝴蝶。一元一元一下方法就是，小账追起来，可是我好像没有，看一下，哦，浪在哪里啊？我的浪呢？啊，没有哎，我平板没有浪，奇怪，有吧？怎么会没有？等一下哦，我查查。有啊，啊，他一定要登录才能。吧，算了。啊。是因为影片有问题，好，怎么不知道在哪？因为东西很多，然后就找到找，然后没有找到浪。可以下播再过去，我来看看他到底讲的什么。所以他刚刚在讲什么啊？还敢说？欺负你，还你说一次就不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过去打他吗？现在在化妆，好，翠翠她刚刚是素颜吗？爷爷，爷爷，也很用心。我刚刚看起来也很有用，说有用有用。裴心，谢谢，一起去茂春台玩，好。哦，他一直鼻塞，别打你。跟你讲朋友，我们就到时候就讲，然后就，我就在后面摆臭脸就好了，就会吓到人。拍 MV 很开心，我拍 MV 的时候，拍 MV 嘛，就是对。很特别的经验，很有趣啊！而且我觉得，就拍 MV 的空档的时候，就我们都在休息，然后我们就跑去那个行动更衣间睡觉，这样。我跟梦辰跟周周三个人挤在里面，超级的，在里面睡觉。欸，我有爆料过吗？李梦辰在拍 MV 那天早上吃了2份半早餐。他直接吃了2份半，2.5份早餐，超扯的。不要讲那更衣间了，欸，很酷欸，我有爆料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我直接太好笑了。谢谢阳光色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阳光色的胶水。墨川姐姐化妆其实不太想看哦，玉凤抓到了，原来如此。也可以想当 S 吗？我站着就是 S， 就这样，就是 S 了。
爆料是这爆料可以，爆料在那想到 S， 因为突然想到，反正梦辰被我卖的多了，吃2.5份早餐已经他的日常了。没看过玉化妆，下次我考虑一下。他是真的纯素颜化妆吗？真的吗？小透，中午好哦。哦，换回来了，不要跟好，不会不会不会。讨厌浪费食物才会去，在那边，他那时候说什么？他那时候跟我说。我们那时候因为就拍 MV 前，然后姐姐们都会叫我们先带自己喜欢吃的点心，怕我们肚子饿。然后我们就说，我跟这种就群组通话，我说要吃什么嘞？然后梦辰在那边说不要不要带，要减肥，不要吃，不要带。结果我跟这种都还是有带，但是呢，梦辰小姐，她明明前天斩钉截铁说不要带，要减肥什么的。结果一大早就给我吃2.5份早餐，他吃完他的那一份，然后之后去拍一个场景，就对，然后回来就说我好饿哦，好饿哦，什么后面还有早餐吗？然后就看到还有几份，然后就还有，然后就哦好饿好饿，然后就看一看，然后就跑去吃了，然后之后哦，然后雨林的他也吃一口这样。对，然后我跟肉肉就想说，你不叫我们减肥，然后自己吃那么多，他都这样，他真的都这样。然后之后那个午餐也是吃，然后他吃很多，他那些吃超多的，还叫我们不要带零食，他真的吃很多，运动到反而就会饿。重点是他前一天叫我们什么吃的都不要带。结果他那一天就直接破功，令就是早餐就吃早餐正常一份就够了吧？他吃了早餐，然后2.5份早餐，然后又吃了午餐，然后还吃了晚餐，哎，超酷的，爆料不行，因为这个太经典了，真的。因为 C 位可爱可爱，梦辰可爱。真的，真的都会给他。我听到这个就很想跳起来。听起来。那个，对，他就是很酷。决定让他红，很好笑。真没错，努力学 MV 舞，很好学，很可爱的。要我握手会换衣服？什么？我握手会换衣服？什么东西？什么表情？我刚做什么？刚说想看我化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涂口红了，我在那边涂口红。我干嘛换我这一步啊？干嘛？我要换衣服出去握他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几号？八十五吧，应该是85。85。
开直播都告诉，对啊，我今天11:15才睡醒。去上个厕所，然后换再来。傻眼，李梦哲在想什么？考虑交一下活动。好的。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对，我刚以为跳错了。干嘛来到？真的很好笑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。开个 YouTube 就好了。姐姐睡太久，我跟你讲，姐姐昨天晚上睡不着，晚上真的不要喝茶。那时候好像10点多去买 Starbucks， 然后就喝，然后就整个精神太好了，精神超好，那就睡不着。感觉不错。我应该转对吧？我现在坐着很难转。谢谢杨高寿的掌声鼓励。哎，人家都叫玉云姐姐好礼吗？叫玉云姐姐很可爱。你们也可以叫啊。但感觉好像我好老哦。是 TTP Festival 路 Festival 路。之前有一次好像是累积不在，然后我就去帮他跳，然后，所以我会累积的障碍哦，突然想到，因为那时候就坐在旁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老师突然说，然后站对，他说，站一号，我说啊一号，他说对，你看一下旁边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，我说哦好，然后结果中啊好几次都是就是练习的时候而已，练习，就只是练习的时候，然后就哦，然后就吓到，然后就很开心。然后那时候姐姐们就在前面，然后就说：“哦，那个玉米的腿真的要减肥这样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为什么要看我？”然后姐姐就说：“啊，当然要看中间，你就站在中间，不看你看谁？”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哦，我的腿真的要减肥，生气。”可是就练习的时候而已，因为我的腿很粗。啊 no， 我今天。差不多要关了，等一下念牌好，直接吞气。我吗？我很细吗？没有，我很胖，腿难减，真的。因为以前就是校队啊，然后就都很壮啊，我的腿就校队拔河校队腿很壮，然后就再怎么瘦，那个腿真的还是很粗这样。那你关掉，我先念排名哦。哦，第十名是鱼豪，第九名是黑哥，第八名是麦珠，第七名是草莓酱，第六名是玉超，第五名是贝，第四名是叔叔，第三名是 Grace， 第二名是 Allen， 第一名是杨公公。谢谢你们，怎么上班去？你们都是1:30要上班，对不对？那你截图时间给他看标配爱心。那我今天就标配爱心，遇到你还没有，我吓到，那时候我吓到，而且还带不止一次，带超多次的。
爱心。这样吗？好了吗？要继续。这个里面有我，又来，琪琪又来，又偷求婚是吧？这很像那个面包超人那样，搬开，好了吗？好了吧，龙君。好可爱吗？让我拿一个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龙君，你刚刚有吗？没有，对对，你刚是不是没有？截了截了，我刚截图时间呢？刚卡了，好啦。快截快截！我刚很可爱呢，变鬼脸。各种部位的爱心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看看回放，看到你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嘟嘟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